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早晨呢，有两个传真啊，秦皇岛张居士。他问的是希望在当地建一个净宗的寺院，这一桩事情据我们所了解的，国内现在旧有的寺院恢复是虚空的，要新建立寺院恐怕与政策不相符合啊，所以我建议最好是找这个旧的寺院啊，把它恢复起来比较容易。不过佛法的修学弘扬啊，在现代这个时代，寺院的功能逐渐逐渐减少了，而最有效果的是利用高科技的传播。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没有修建寺院道场啊，没有啊，他们生活方式是游化人间，居无定所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机会教育，受到很大的效果，这是值得我们省思的。那么真正培养积极的弘法人才，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经典上看到的长随众啊，这1250人，他们是跟着佛陀，佛陀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时间短的也有个十年八年，时间长的是一生追随佛陀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佛法的极其的人才啊。这个弘法人才是这样培训出来的，有了道场，你就有世俗许许多多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会把你的清净心扰乱啊！你们注意想想，有几个人能够在管理人事物啊，而心地清净不繁杂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世尊做出这个样子给我们看了，没有道场最好啊，没有道场去找一个道场，那你不叫自找麻烦了。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佛家经典里面看到这些佛菩萨祖师大德他们的心智啊，我们自己也在这个40多年经验当中体会到啊，跟我一起出家的，我们是同参，人数不少，一同受戒的啊，这么多同学道友当中啊，我在弘法利生
这一方面做出有一点成绩了。这个成绩是怎么成就的呢？绝对不是我聪明才智高过一般人，那错了。同学当中比我高明的人多的是，与真正的原因呢，他们建寺庙，他们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而要操心呢。所以对于弘法利生这个修自行化他这一方面呢，当然产生了相当大的障碍。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成就，就是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没有道场。一生呢都是寄居在别人道场里面做客，不做主啊。做主很累呀，做客很自在呀。像我们住旅馆，旅馆老板是主人呢，他不自在呀。我们住旅馆的客人很自在呀。我们应当有一个态度，这个地球啊是旅馆呐，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是做客的，不是想在这个地方落户啊。不想在这里生根呢，你就得自在了。所以一生我们学佛随缘而不攀缘，这个观念的建立，信心的升起，一定对于教理要有相当的认识，有相当的理解。这一桩事情那就说到读经文法重要了。我们中国古老的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天不读书是面目可憎啊。这是讲从前读书人，那个时候的读书读圣贤书啊，三天不读书是自己的烦恼习气都显现。学佛也是如此，天天要读经，天天要听法。如果有几天不听了，一样的，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都去显现。随顺烦恼习气，决定堕落。烦恼习气大家都晓得，轮回心呐。烦恼习气做主，你所有一切思想、见解、言语、行为，都是造轮回业。将来的果报当然呢搞六道轮回吧。这个错了。可是我们无始劫来一直到现在天天就搞这些事情。从来没有觉悟过啊。你说这个事情都可怕了。心善行善，你将来升天呢，天有二十八层呢，也没有出六道轮回。天上的寿命比人间长，再长也有到头的时候。寿命享完之后，阿赖耶识这种含藏恶习气的种子又会叫你堕落。所以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在佛法里面修学不算是有成就，
佛法最低的成就超越六道轮回。这小果声闻呢，这不是大的果，是小果。小成就不是大成就。大成就决定要脱离十法界。那才算是大成就。那我们要问，我们是凡夫。还有同学说，我们自己的罪业深重，可不可能在这一生当中获得大成就呢？佛给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再重的罪业都不怕，只要你能够觉悟，只要你能够回头。所以说回头是岸呐。佛在经上讲的，无逆十恶的罪业，回头都行，都能成就。无逆是杀父亲、杀母亲啊。触福生学、破活合身呢、这样重的罪，都能够回头，都能够在一生当中获得最殊胜的成就。这些事情有许多同学疑惑，造这么重的罪，他怎么可能成就？他不知道，造罪业是一时迷惑所造的，一觉悟之后，这个罪业就消了。佛在经上做了个比喻，把罪业比作黑暗，把觉悟比作光明。是千年暗时，这比喻这个房间从来没有光线的，一千年了，这就觉得你这个造罪业很久了，很深了。可是点一盏灯呢，黑暗就照没有了。佛法贵的是智慧，是觉悟啊。不要老想自己造罪业，为什么呢？你想一遍就又造一次。所以佛教给我把念头转过来，想佛，想菩萨。这是一个大转变，这就叫回头。从哪里回头啊？从迷回头。去想觉悟啊！诸佛菩萨是究竟圆满觉悟的人，我们常常想他，常常向他学习，就没错了。常常想自己是错误，常常想一切众生就是觉悟了。诸位同修啊，要冷静的去思维、去观察，把这个道理、事实搞清楚、搞明白，你就敢放心大胆去做，不为自己，只为社会、为众生，决定有好处啊！好处太多了。为自己再富有，你都要操心。你在生活方面样样都要自己照顾自己。出去旅行，自己还要去买飞机票，还要去订旅馆，你不能不操心。我们如果转过来，我们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你出去旅行啊，你什么都不必问了，一切由别人给你照顾到了，一点都不要操心啊，你是这么多自在啊。转变就在这个地方转啊，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这天经地义的真实的道理，就是世间人常讲真理啊。什么是真理？这个就是真理。那学佛无非就是做个转变而已。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转恶为善，转迷成悟，转凡成圣啊，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啊。因此首先我们要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善恶利害，你有能力辨别，这叫智慧。世间的聪明，这佛家讲世智辩聪，他没有能力辨别这些啊，所以中国人有智慧啊，外国人只可以说有聪明，没有智慧啊。今天这些高科技，就是外国聪明人发明出来的啊，中国智慧人绝不干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哦，中国科技落后，没错，中国科技是落后，唯有落后，人才能过到美好的生活。啊，从中国历史上去看，啊，科技发明最早在中国，啊，王莽那个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在动脑筋啊，想学飞行。啊，诸葛亮发明的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为什么不继续发展？中国这些人他是有智慧，他不是聪明的，他知道科技发展呢会带给世人负面的影响，他想到啊，如果让这个世界长治久安啊，最好不要这些东西啊。那么西洋人就没有这种远见了，拼命在科技上发展啊，把这个地球的资源几乎快要用尽了，用尽之后整个世界毁灭，这是科技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同归于尽啊，就真有智慧的人不干这个事情啊。我们要晓得啊，世尊这个诸佛菩萨他们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现代人这些发明他又何尝不知道，他知道的比我们现在人知道的还清楚啊！这在佛经里头通通都有啊，有科技的理论的知识啊。而佛法的时候不从外面的机械方面发展，他从内心禅定里面来发展啊。我们今天科技还没有办法做到分身啊，我们从此地到美国不能不用飞机，禅定共生的人他能分身啊，他从此地到美国不必用机械人
这些事情都不是神话，都是事实。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古人笔记小说里面看的就更多。那么诸位看过《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七十二变实在讲太小了，那是小神通啊，微不足道啊。这个事情可不可能？可能。为什么可能？本能啊。佛法里面讲六种神通，这叫神足通。六种神通都是我们自己的本能，本来有的。本能为什么会失掉呢？是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这三大障碍啊，把自己的智慧德能障碍住了。本能现前，好啊，那是真自在。佛是叫我们恢复本能，我们也能见，没有障碍。尽虚空遍法界，再远的地方都看得清楚，都看得明白，耳能听。所以佛在经上讲的这一些四相，我们都没有认真的去想想。都把它当作神话看待，都把它看作那是佛菩萨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修学不能入佛的境界。我在讲习里常常劝告同学，佛在经上讲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事情，都是说的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佛的这个能力现前，我们能力不能现前，不能现前是有障碍，把这个障碍除掉，我们能力就恢复了吧。佛是希望我们各国人都恢复自信本具的德能，我们的生活空间大了，是净虚空遍法界，哪里是这么小的这个圈圈呢？所以经不可不读，不能不听。现在讲经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所讲的都留下录像带，而且都在网络上传播。诸位同修随时随处都能够看到，都能够听到。要多听，要常听，决定不能间断。每一天听，听上个三年五年，你就会觉悟了。在佛家讲的开悟啊，你就会开悟了。你就会明白了。有疑惑，疑惑存疑，也不必去问。继续不断的去听，总有一天呢，听到时候你那个疑惑解开了，那就叫悟处嘛。所以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疑惑不必求助，求问人。人家给你说明了，你还是没有开悟，
啊，不但没有开悟啊，障碍了你开悟，所以把你的悟门堵塞了。啊，要你自己明了，自己觉悟啊，那是你自己的东西。啊，别人给你讲了，听了，啊，听了是似懂非懂，是不是真懂呢？没有真懂啊！啊，转眼又迷惑了。啊，那么这个是求学的一个态度，我们也懂得。啊，所以在这个最近这个几年当中，我特别强调听经的重要。啊，因为许许多多老同修啊退转的很多，功夫不得力，原因是解得不够透彻，所以信心念心建立不起来，妄想太多。啊，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听经。所以我就想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49年天天讲经，他道理在此地。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是千遍万遍叮咛嘱咐，要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这一句话你们在经典上哪一部经典都有十几句几十句，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啊，受持佛讲的我们要接受啊，要去照做啊，依教奉行叫受持啊，受持还要天天读诵啊，为什么呢？不天天读诵，不天天听经，这个受持会退转啊，还要为人演说，为人演说是化他，演是表演，做出样子给人看，那叫演呐。说是为人解说，全身说法，这真正叫利益众生呐。啊，我们只会讲不会做不行啊，要做到，自己才有真正的受用。啊，所以同修们，如果你们想见道场，我建议你们不要建道场，盖小茅棚啊，不要建什么寺院的，搞这个大规模的，没有意思，劳民伤财啊。你到外面去化缘，问人家要钱，这有因果责任呐。佛家说得好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你募捐的那些，啊，问人要这钱，你不能成就，将来要还债啊。你现在要的很多，将来你要还的很多，还起来就很累了。啊，叫无债一身轻啊，要懂这个道理，啊，绝不负债。啊，去盖小茅棚。比盖这个寺院盖大殿那要好的太多了。那人多了，聚集是人多，搭帐篷啊。啊，一切呢要他自然成就，不要有一丝毫勉强，这样就好。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讲到此地。